去逛超市吗？下午？下午，但我不知道今天我能回答，我不太确定。明天周六吗？不是。周六有点事儿，就周六还是会有工作，因为我有的时候不太确定。要不你先把你的食谱拿出来，然后我们讨论几个比较简单的。这就是晚餐的一些东西。你自己学的吗？做菜？其实也就跟着菜谱学的。就是我觉得点外卖就特别不好点一个人。我基本不懂，因为我。好的，那你适合一个人。不知道要吃吗？要吃。Hello。来吧。今天真的很丰盛。我们大家都起来吃早饭吧，我们都把这个饭就煮了。可以啊。几点嘛？你们可以起晚点，然后我们早点起，然后我们先准备一下。行吗？我都 OK， 我几点起都行。我也。一会儿我要洗碗，谁和我一起？我还洗。建筑工人。九九八八九，我这你很难说出口的那种八九。再见了，朋友们。九一。那我觉得我年纪都还差不多，我感觉不一定，我感觉他可能有点小。会跟小猪佩奇这类的东西有关。孩子，教育。孩子是沾边的。沾了一个了，好，沾一个了。玩具。不沾边。你是医生。啊，我知道，牙医。没错。牙医。要读5年吧，可能是吧。也许我没毕业呢，也许我毕业了呢。96吧，如果你这么说的。94。95。谢谢你们。都小了是吗？我92年。哎，那你看着很小啊。对，是吧？但是我的确也还没毕业，我在读博士。厉害。感觉我这个很简单。狗狗。不是，拉琴的带子。竖琴。哦，音乐。在擦拭，擦拭。在刮。刮什么要刮呀？刮。是不是那个古筝要用那个前面要？那个是缠的呀，古筝是缠的。是不是要是缠到手上吗？对，手上的弦还需要个什么东西吗？不需要，就是那个片儿吗？片儿吗？拨的。
古琴维修师。所以我们这边全是工人吗？都是艺术家。艺术家。小钢琴。小号。钢琴。古筝老师。粘吗？粘吗？这怎么说呢？粘。跟音乐是粘的是吧？嗯，粘的。他们之前的乐器有猜对的吗？没有猜对，嗯。那我猜个琵琶。恭喜弟弟。琵琶，对，琵琶。嗯，我是在四川省曲艺研究院工作。是吗？你会什么？猜一猜呗。是民乐是吧？民乐。二胡。没错。哇！来，隔空击个掌。哦。年龄。94。97。他老是说他老了。我是89的时候。他继承了。我来个79。我来个92吧。我猜对吗？猜对，我94的。我觉得他的最意外。我是不是最难猜的？对。结果被我猜中。对，你好厉害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你这个厉害。
这汤很棒。这个是什么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好香啊！吃西瓜，快来！哇，马上十一点了吧？我不知道，真的吗？马上十一点了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顿饭吃了挺久了。你在玩什么？刚才吃瓜。我比较喜欢这个耶。你喜欢哪个呀？我可能也是这个。你也是这个？那我们两个，那个。我也喜欢这个。那我们走。那你去吧。真的吗？要不划拳？没事没事。你确定？没关系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不好意思的，真的没关系，你去吧。那我要这个，那我就这个吧。